新闻首先要关心的是，嘉义市九华山地藏庵庙关怀的介绍里，好，小学在庙前的广场举办着冬令救灾活动，一日免费特别到场，感谢庙方响应着慈父关怀弱势的社会救助活动。岁末寒冬，春节将到，响应着嘉义市政府关怀弱势、扶弱济贫的社会救助理念，发挥地藏菩萨慈悲为怀的精神。九华山地藏庵伫今仔日举办嘉义市冬令救济活动，嘉义市长吴明辉亲临到场来关怀着民众。我相信帮助大家过一个好年，而且在这里我也要感谢民间无穷的力量，互相关怀、互相鼓励，让所有的人在遇到难关的时候，大家能够认真努力挺进。大家渡过难关以后，一切顺心如意。我想，嘉义市因为有大家的团结，嘉义市经济在发展。那我们希望呢，大家一起合作，一起渡过难关，永远不要放弃。这就是嘉义人上最重要的嘉义精神。我们坚持到底，永不放弃的精神就是嘉义人，真重要的精神。王明辉关心现场民众，叮咛年纪较大的长者爱笑无笑，照顾好身体，也鼓励着帮家人前来领救济金的少年人，学了因的体贴。地藏庵今年发放嘉义市低收户989户，嘉义县部分有1565户，将于1月7日委由县府协助到乡镇发放。昨暝起就开始要大领，所以今仔日咱特别发放的时间，咱地藏菩萨甲着咱的老天爷，也是真正疼惜着咱这老人，吼，互较袂遐冷，来参加这个来拜。嘉义市总共有989户低收户，过年前会用领到这个大红包，过一个温馨快乐的好年。这数十年来，地藏庵吼。有着这个神职大德所来关心的吼，啊，阮家付出，感觉讲这地藏的团队呢，感觉讲做了无讲足好势，就是讲袂当利用运动这个物件活动的时阵，会当搁提高。所以今年呢，阮一定会搁宽列这个预算，希望明年吼会当变较好个，吼当干事的吼，大家来运动，然后阮付出也是也较济哩。这个寒冬送暖这个活动。你看，天公伯啊，都在甲咱配合哦。九华山地藏庵正月十五元宵节，拢会举办亲子写生比赛。今年就提早到2月7日来举行。参加的小朋友，人人有小红包来鼓励，也可以赠送黄色小鸭，邀请所有小朋友同工做伙来地藏庵来写生。谢谢新闻蔡明东，嘉义市采访报道。